今天好，我们将继续讨论四圣谛。四圣谛也是真实法。当我们要了悟真实法，我们必须培育智慧般若。概念法或者说世俗谛它是经由响蕴三亚真知世俗谛谛换句话说三亚响蕴并不能够让我们透视到真实法只有智慧般若才能够让我们透视到真实法。当我们在休息毗婆舍那禅当中当修行者持续不间断培育正念一瞬间接一瞬间在正念观察在当下升起的每一个身与心的现象或者说名和色所以当正念还不是很专注而准确修行者在保持正念观察的当中还会带着响蕴或是三亚所以当智慧还没有完全发展修行者在保持正念观察在当下升起的每个现象他还会带着响蕴三亚这就是为什么修行者在开始培育正念的开始培育正念的期间修行者会觉知或是觉察到腹部比如说腹部在膨胀在收缩疼痛在肩膀升起比如说从左边的肩膀慢慢移动到右边的肩膀当在保持正念观察进行的时候修行者觉知脚板在移动提起推前放下脚掌变得僵硬或者说热在脚掌上升起等等所以当时修行者是带着三亚或是响蕴而觉知或觉察到脚板或是脚掌在移动腹部在移动痛在肩膀上升起麻痹的感受在大腿上升起慢慢移动慢慢的扩散到整只腿等等所以当时修行者还带着响蕴三亚但是当这正念越来越专注那么当正念越来越专注准确修行者觉知移动比如说腹部的脏器收缩修行者会开始透视到移动越来越明显移动越来越明显对有一个腹部的感受
越来越模糊，最后修行者透视到当下就荡气的移动和收缩的移动，所以修行者当时透视到风大的自信，只是单纯的移动和单纯的动作，修行者在并没有并不能意识到腹部的形状或是腹部的像他只是体验到只是移动，所以当修行者体验到当下只有移动所以当时修行者体验到风大的自信风大的自信就是真实法所以只有智慧才能够悟识到真实法但是当智慧还不够锐利修行者还会带着想运三业所以他会觉察到腹部在移动脚掌在移动在同样的生活场里修行者当在观察手臂的深处弯曲当时假设说正念还不够专注准确修行者会意识到手臂在动这是因为当时修行者还有想运三业所以三业透视到一些现象的相貌它的相貌但是当智慧完全升起的时候它不会它透视到无相我们可以说无相只有移动或是一个现象的自信那么修行者才是真正体验到真实法所以在毗婆舍那禅的休息的进展当中首先修行者透视到身心现象的自信比如说在观察脏器收缩修行者只是体验到只有移动或者说在正念观察热或是冷只是体验到有热冷但是如果正念还不够专注准确修行者一定当时响应也会升起一直意识到我的身体很热或是我的背部很热等等但是当正念非常专注准确定力相当深修行者只是体验到有热冷所以当时修行者体验到火大的自信所以火大的自信也是真实法同样的当修行者体验到硬而软当时他只是很单纯的体验到有硬而软所以当时他真实的体验到或者说透视到地大种的自信它的独特性质这水大的独特性质或者说它的自信是凝聚所以当修行者透视到这四大种的自信当时修行者只是很单纯很直接的
我体验到的他们的自信。修行者并不会意识到在身体哪个位有硬软或是热冷等等。而且当时修行者也体验到只有一个观察之心在做观察。所以当时只有两个过程，一个是被观察到的现象如硬热移动动作，和一个观察之心。当正念更持续更加专注准确定力更加深修行者也将会体验到说在当下当有一个移动升起就有一个观察之心升起当在静坐当中当一个热升起修行者也会体验到有一个观察之心好像随着这个热的感受同时升起同时升起假设说如果热的热这个现象所以热在这边是一个色法因为它是属于火大种有时我们说这是一个热的感受也是修行者会误解是感受是受念处其实热冷它是火大的自性所以它还是一个色法并不是感受所以当修行者体验到热冷硬软移动然后在体验到这些色法的当中他也体验到随着这些色法的升起观察心升起所以他透视到热升起观察之心随着热的升起而升起假说热没有升起这观察之心观察到热的观察之心观察到热的观察之心并不能够升起所以修行者在当时体验到一个现象与观察之心之间的相连关系所以那些已经有经验的修行者很可能知道他们之间的相连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称为就是指因果关系这是在禅修当中如果正念非常专注准确修行者将能够真的这个真实的体验但如果正念并不是很专注准确而且正念时常中断修行者将不能够证得这个明显的因缘所以修行者会透视到一个现象的升起以观察自心的升起之间的相连关系大家知道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相连关系大家知道吗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相连关系比如说当你透视到有一个移动你会好像意识到或是观察到一个观察之心与移动好像同时升起如果有痛那么
你会意识到有一个观察之心啊，和一个痛同时升起啊。所以当你们当修行者能不断的体验哦，那么他会啊正确了知哦，应有个现象升起哦，才有一个观察之心升起哦。有时修行者在正念观察，放弃收缩，当一个想升起，他正念好像即刻觉知到想的升起，当想消失，他以为没有任何现象可以让他观察，但是他假设说他正确明白毗婆舍那禅休息的原则，他知道说如果想消失，那么就不能够再做观察想，而且这个观察之心也随着想消失而消失，接下来如果没有其他明显的现象，假设说腹部很快速的又这个胀气的动作又升起，观察之心又随着这个腹部这个胀气而升起，所以当时他意识到如果想消失，观察之心也消失，当又一个胀气的移动升起，又一个观察之心升起，所以他透视到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当一个现象的升起，它是一个因，然后有一个观察之心的升起是果，所以修行者正确了解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有现象的升起才有观察之心升起，如果这个现象没有升起，观察之心也不能升起，所以他就正确了解他们之间的因缘，同样的当在进行当中，有时修行者体验到有一个动机升起，那么脚跟很自动的提起或是很自然的提起，它并不需要费力的提起，当一个动机升起，脚很自然的往前跨出，他觉得这个移动是很是一个自动的动作，不像是一个人在把脚推前或是在走，脚是自动的在移动，当同样的在生活禅，如果修行者正念非常专注准确，一切动作都非常缓慢，修行者也会透视到有一个动机升起，接下来动作很自然的升起，比如说当修行者觉知一个动机升起，要把手臂伸出这动机升起消失之后，很快速的这个手开始伸出所以修行者就正念观察伸出所以在生活禅里有许多动作移动，如果修行者不断的保持正念观察他将透视到这动机与动作的相连关系他们的关系也是因果关系因有动机才有动作如果这个动机没有升起这个动作就不能够升起只有当修行者的正念
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修行者当修行者的正念越来越专注准确，他就能够很明显的透视到当下每一个动作都是因有一个动机而升起。所以当修行者不断的练习，他将会正确了解他们之间的因果或者说因缘。所以在经典的评论注释，当一位修行者有这样的真实体验，有时他将会正确了解因缘法。所谓的因缘法，如果大家有研究这因缘法，他将会很明白这个因缘法。在因缘法说到时有故彼有，时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时有故彼有，时起故彼起。换句话说，一个现象升起才有一个观察之心升起，如果一个现象没有升起，这观察之心就不能够升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当一个现象消失之后，同样的观察之心也随着这个现象的消失而消失啊。所以这是所谓的真理所以佛陀的教导教诲都是真理它是能够让我们亲身去体验这些真理并不只是理论而已但要它这些真理是能够透过实修而正确了解所以知有故彼有知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当修行者的正念非常专注准确而且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修行者就有可能正确了解佛陀所教导的这个因缘法在佛陀的教导说到当一个人见因缘他也见法见因缘也见法所以我们在禅修期间即使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左右如果修行者肯付出努力他有可能亲身体验这个因缘法乃是更高层次的观智所以正念的持续非常重要所以有时我们强调正念并不只是持续在进行静坐有时修行者的正念并在进行静坐也没有持续尤其是因为五盖非常严重比如说修行者一直的在吊举在静坐当中一直的在吊举心不断的在想很多杂念升起只要他不能够做迅速的观察或是即刻的观察那么他只要正念持续比如说一分钟两分钟他就失去正念失去一分钟的正念两分钟的正念当昏沉干相当严重如果正念修行者没有静静的去克服昏沉那么在那段时间他也失去正念
所以正念持续并不只是在精行和静坐更重要的在生活常正念也必须持续所以当我们说正念必须持续换句话说这三方面的练习必须连接成一边换句话说当你在练习精行的时候精行你必须能够把精行的正念带入静坐静坐结束之后 你必须努力的把静坐的正念带到下一个活动比如说你再次去精行同样的精行结束之后也必须能够把正念带到下一支香的静坐下一支香静坐结束之后比如说你要去做生活禅如吃午斋或是喝杯饮料你也必须把正念带到下一个活动只有当修行者能够把这三方面的练习的正念连接成一片正念才会变得越来越专注准确和注意力所以只要正念不持续不时常中断那么正念将会变得专注准确注意力所以持续的正念很重要有时修行者可以下定决心有时修行者联想到要保持正念一整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么他可以下定决心先从几个小时开始比如说从清晨到午斋这段时间他尽最大努力保持仔细的正念在观察生活中 你的一举一动然后练习精行静坐但是在其他时间他也必须努力的保持正念并不是只是在清晨那段时间清晨到午斋的那段时间保持正念午斋结束之后他也是尽可能尽最大努力继续保持正念所以当他这样下决心要保持专注准确的时间一段时间很可能练习了一段这样练习了几天之后他觉得他能够保持正念持续这一段时间那么他在下决心把正念延伸到比如说整个下午当他不断努力最后他也能够达到他目标最后他再下决心要把一整天的正念连接在一起那么并不是一天每一天当他每天都能够做到自然他正念会越来越专注准确注意力定力也将越来越深最后他将能够真的深刻的体验所以在禅修期间修行者的工作或是任务就是保持正念学习或在当下当下的那一刹那只有当修行者能够真的活在当下下那一刹那智慧才有可能升起如果修行者一直活在过去那么心已经在回忆过去他在练习当中有时他会不自觉的在分析思考此刻的经验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或者是说他在当下当中观察腹部起伏他同时回忆说过去的经验那么他的正念他就不能够保持专注的正念所以当我们说活在当下就是指那一刹那正念完全投入在当下
那一刹那升起的心香，所以当正念相当投入，只是在那一刹那，修行者就有可能透视到当下的真实法，或是当下被观察的现象的真实本质，他的透视到他的自信，或是他的无常苦无我的性质，所以最终，当我们在修习毗毗婆舍那禅，最终的，是要透视到一切现象的无常苦跟无我，但是在还没有真正的透视到一切身心现象的无常苦无我，首先修行者必须透视到身心现象的自信，或者说他们的独特性质，那么修行者才能够真正的透视到身心现象的共同性质，无常苦跟无我。所以当修行者透视到一个身心现象与观察之间观察之心的之间的相连关系，或者说动作动机与动作之间的相连关系，那么修行者将能够透视到正确了解佛陀所教导的因缘法，所以当修行者正确了解到的因缘法，那么他将能够更加明白佛陀所说的十二因缘，所以有时修行者在修习波陀舍那禅的时候，假设他对十二因缘有做深入的研究，很可能有时心会思维这些因缘法，他会他因为当时他正确了解一个现象升起就观察之心升起，现象消失观察之心也消失，当他在观察精行的时候，当他在练习精行当他在保持正念观察生活禅里的一举一动他透视到一个动机就有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机也是一个心法，它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升起就消失，紧接着就有一个动作的升起所以这个动机也是一个心法，也是一个自然过程并不是修行者在思维或是计划他要做什么动作如果修行者在练习精行或是生活禅的时候，他心在计划下个动作，那个计划并不是动机因为在毗婆舍那禅的修习，我们要正确了解的我们要正确了解的是一切身心现象都是自然的过程所谓的自然过程就是一个现象不管是心法色法它是很自然的升起自然的消失并不是修行者可以去做任何控制或者说制造一个现象只有当正念非常专注准确定力相当深修行者才能够真实的体验到一切身心现象只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包括动机所以这个动机并不是在心计划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或是我要做什么所以在练习当中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动作之前的动机如手臂的伸出手的举起都是先有动机才有动作当举起之后你要把手放下也是先有动机才有放下的动作但是有修行者也能够意识到一个动机
要做一件事、哦、或是做一个活动、哦、比如说、静坐之后、哦、修行者听到打板的声音、嗯、当时、有一个念头升起要下坐了、哦、或者是要起身、哦、修行者就应该观察、动机、哦、这也是一个动机、哦啊、但是在那、在英文我们时常标记为 desire、哦哦、所以他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念头升起要起身、哦、当时身体还没有移动、哦、所以他觉知到这个动机之后、嗯、如果修行者保持耐心、嗯嗯、保持耐心、哦嗯、那么很可能他会、嗯、透视知道有一个动机升起要张开眼睛，那么修行者观察动机，然后慢慢的把张开眼睛、哦、接下来他要把其中一只手放下，也是先有个动机，然后手才会移动、哦、所以接下来每个动作都是先有一个动机而引申一个动作、哦嗯、只有修行者能够持续的观察到、哦、动机动作，然后动机动作、啊、修行者才能够正确了解、哦、这动机与动作的相连关系、哦啊、所以当修行者有这个真实的体验的话、哦、他就会正确了解、哦、因缘法、哦、所以他如果对摄因缘法有深入的研究、哦、有些修行者心会很自然的去思维、哦、这十因缘、哦啊、持有故彼有、哦、持起故彼起、哦哦、所以他很可能、哦啊、会 思维、哦、因无明、哦、或者说无明、哦、原形、哦啊、然后、啊、形 原事、哦啊、然后他心会不断的去思维、哦、是缘名色、哦、然后名色缘六处、哦嗯、所以这六处就是指、六根、哦、缘耳鼻舌身和意根、哦、所以因有这六处缘、处、哦、接触的处、哦、因有处缘受、哦、受就缘爱、哦爱就缘取、哦、取就缘有、哦、有就缘生，生就缘、老死、哦、忧悲苦恼与沮丧失望等等、哦、这就是、一切苦的升起，就是这就是极地或是苦因生地、哦啊、所以有时听在经典里当、在讲解四圣地、哦、当讲到苦因生地或者说极地、哦、那么今天以这十因缘讲解这个极地、哦、换句话说、只要无明还在、哦、那么一个人、就有行、哦、在巴利文就是桑卡拉、哦啊、意行、哦身行、口行、哦、所以因有无明这一切行将会、产生、事的升起、哦、也就是说 转生事、哦啊、换句话说因为、过去的行、就所以今生、才有今生、所以才有 今生这次的轮回、哦、因为再次的轮回哦、是因为无明、哦嗯、什么是无明呢、哦、在这边、哦、主要是对、四圣地的无明、哦、所以只要众生 还没有了悟、哦、证悟四圣地、哦、他那么众生、哦、将不断的在这、在这、不断的生死轮回、哦啊、所以只有当无明、哦、被、根除、哦、一个人才能够
达到轮回的止息。哦，所以一个人哦会去思维这个因缘法哦，那么他了知道哦，此无故彼无哦，此灭故彼灭哦，所以换句话说哦，如果无明灭，则行灭哦，所以当无明当被无明被智慧根除哦，那么修行者就一个人就达到行灭哦，所以行灭则事灭哦，当事灭哦，则名色灭哦，所以当名色灭，则六处灭哦，当六处灭哦，则处灭哦，当处灭则收灭哦，当收灭灭则爱灭哦，当爱灭则取灭哦，当取灭则有灭哦，在这边。业有就是指业有哦，当有灭则生灭哦，当生灭则老死哦，苦恼沮丧失望哦也灭。换句话说哦，这是一切苦的灭哦，所以这就是灭谛哦，灭谛啊。所以换句话说哦，一个是顺缘起，一个是。逆缘起齁、哦、所以当无明灭齁、哦、一切因缘也随着无明的灭灭除或消失齁、哦、所以在修行当中齁、哦、修行者也可以从实修中而真正而真实的透视到或是真实的了解佛陀的教诲齁、哦所以在禅修期间齁、哦、我们是很真实的在体验佛法齁、哦、在体验这些真理齁、哦、在十二因缘法齁、哦、有时也可以从那个角度齁、哦、来解释齁、哦、有时在清净道论里他解释有这三种轮转齁、哦、三种轮转齁、哦、所以这三种轮转就是指烦恼轮转齁、哦、业轮转一熟轮转齁、哦、烦恼轮转就是指无明爱和取齁、哦、所以在今生齁、哦、爱齁、哦、就是可以说是苦是苦因生地爱、哦、或是执着、爱能够升起、哦、是因为无明、哦、同样的因有无明、哦、才有这些烦恼爱和取的升起、哦、所以它是属于烦恼轮转、哦、所以因有这烦恼轮转才有业的轮转、哦业的轮转就是指行而有、哦、行、哦、所以因有烦恼我们所做的业、哦、就有它的业报和轮回、哦啊、所以因有业的轮转就会产生就这一熟轮转的产生、哦啊、一熟轮转、哦、就是指是名色六处哦，处跟受，这就是一熟轮转哦。所以只要烦恼轮转还没有被根除，必定还有业的轮转和一熟的轮转哦。所以只要众生还是无明啊，换作对四圣谛的无明，那么这三。种轮转烦恼的轮转在我们称为吉列萨瓦达然后业的轮转卡玛瓦达然后就是那个一手轮转维巴嘎瓦达所以刚才我们在还没有持守九戒之前我们有念阿哈曼帝Samsara Vata Dukkato Vata 就是轮转轮回
哦 ，dukkha 就是苦，哦苦哦，所以 samsara 意思就是指这个生死，生死哦，啊、哦，所以这生死轮回啊、哦、是苦的，啊、哦、vada 就是轮转啊、哦，不断的轮转，只要无明还在啊、哦，众生将不断的在这三十一界啊、嗯、里轮转啊、哦，啊，这三十一界是在八零文经典哦。啊，说到三十一界，啊，所以众生只要还有无明，啊，不断的在三十一界轮转，啊，有时因无明，啊，一个人造恶，啊，所以因造恶，一个人将会，啊，再次堕落十二道，啊，但是有时心一个人有智慧，啊，嗯，他去行善，啊，如布施持戒，修习禅定。所以这些善业会能够让他轮回到善界，如人界、天界、梵天界。但是只要轮还有轮回，换句话说，只要有还有生就有灭，或者说有生就有死，对众生有生就有死。所以他不断的在三十一界里轮转。所以无明是因为无明才有轮回，它是所以只要无明还潜伏在我们心，即使我们在只是心上就是布施持戒修习禅定，一个人将不会在这轮回中达到解脱，他只是不断的轮回在三界但是在这无始轮回，一个人还有可能造恶因为烦恼还是潜伏在内心，因为禅定并不能够让一个人根除烦恼禅定只能够把烦恼压制但是在这无始轮回有时又遇到恶缘比如说受到恶有的影响，很可能一个人又在造恶，那么他又再次堕落十二道所以在换句话说在这三界苦界不断的轮回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根除无明，那么他必须修习这个道地，或者说八正道分所以只有所以当我们在培育正念的当中，我们是在发展这八正道分所以当我们成就这个八正道分的修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这度世间的智慧，而根除无明所以当无明被灭除，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轮回的止息所以当在修习毗婆舍那禅修行者将更能够正确了解这因缘他将更加能够了解业与业报因为他当修行者透视到这透视到现象的升起与观察自心的升起之间相能关系当修行者真实的透视到一个动作与动机的之间相能关系，他将正确了解什么是业业就是因有个动机，因有个念头要去做因有个念头升起，要看到某一件事的发生，是吧？所以他就开始计划所以这些所谓的计划就是指一种行和业所以他计划之后心计划他要看到什么发生那么他计划之后就开始行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行和有是属于业的轮转所以当他这样，所以当他这样的去做之后，很可能他所要看到的真正的发生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业所以有这样的业最终必定有这样的业报所以当一个人
正确了解这动作与动机之间的相连关系，他将正确了解业、业是因为他的心有升起一个动机念头要去做、要看到一件事发生、或是他要一个人、要一个人、尝到某种苦受或是乐受，那么他就依照他心的念，他的念头去做、这就是业、所以当一个人正确了解业，他将会对他一切的行为、一言一语一举一动起心动念，他将会知道说我都是这些业的主人，我必须对这些业、负起责任的人、所以当一个人在就是毗婆舍那禅、正确的了解这因果、关系这个因果的智慧，那么他将会在生活上、更加谨慎、不再造恶、在经典说到当一个人正确了解、因果的智慧，换句话说在毗婆舍那禅的修习，当修行者正确了解这因果的、获得这因果的智慧、他将在生活上更加谨慎、不再造恶，因为他正确了解什么是业与业报、所以所谓的业就是你当下一个动机一个念头升起而去做、所以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动机去做、你要看到有什么发生、然后他因为你的业你的行为这件事真的发生，那么最后必定有他的业报、在今生或是未来等等、所以、当在毗婆舍那禅的修习、修行者、在还没有进展到更高层次的观智，首先修行者必须能够真实的体验到、身心现象的自性、和他们之间的、和观察自性的相连关系、接下来修行者才能够真正的透视到或是了知、身心现象的、三种共性质、无常、苦、无我、所以在当时修行者已经、超越相、相、他并不只是他超越相，因为当他在 真实体验到自性，那个相已经消失、如果修行者只是看到相的变化、其实修行者还没有真正透，还不能够真正透视到、身心现象的无常、苦跟无我、所以、如果在禅修期间、如果修行者、很努力的保持正念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个短短的禅修中、也可能也将有可能体验到、身心现象的自性跟共同的身心现象的共同性质，那么修行者才能够得到更深刻的体验、或者说更高层次的观智、所以、苦因生地或者说极地、有时佛陀就是指、这十二因缘、从无明开始、无明言行、所以因有行、才引起事等等、所以在今生当、爱的升起、取的升起都是也是因为有无明、所以有取、言有、业有，因有才会有引起下一次的轮回下一生的轮回、所以如果你想要达到轮回的止息，那么你必须灭除无明、所以无明灭这行灭、所以当无明灭、其实这个烦恼爱和取也随着无明的灭而灭、所以当无明、无明爱取、被根除之后，或者说这个 烦恼轮转被断除之后，那么业的轮转也被断除，那么
就不修行者就达到轮回的止息，就没有在下一生的轮回、哦、那么、修行者将达到、哦、一切苦的止息、哦啊、所以 苦灭圣谛、哦、如果你要 真的苦灭圣谛，那么你必须、断除、无明、哦啊、所以在法华经说到、哦、一切修行之道、哦、八正道分最殊胜、哦啊、一切真理中、哦、四圣谛最殊胜、哦、一切 法中、哦、离欲、哦、或是断除爱、哦、最殊胜、哦、在所有众生中最慧眼的佛陀、哦、最贤圣、哦、所以我们、归佛就必须、哦、对法升起极大信心和、修行的信心、哦、这样那么你才能够最后、断除一切烦恼、哦、断除无明、哦、和其他的烦恼、哦、所以希望、所有的学员、哦、能够、静静的、哦不断的保持正念、哦、然后得到深度定、然后、获得最利的观智、哦透视是到 一切法的、无常苦无我、哦、然后断除无明、哦、和一切烦恼、而证得、轮回的止息、苦的止息。萨埵。